好的，大家好，今天来的车子是 NC750 版本啊，它是要打档的版本啊。那它安装的是我们的这个 Hearcat。那这个也是宝哥第一次骑乘啊，所以我没有一个既定的一个参数了啊，所以现在宝哥要来进行这个调教哈，进行第一次的调教。那影片会暂时中断一下下哦，OK。好，这台车呢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它必须要在发动下才能够做设定哦。这台车的骑姿啊，很轻松啊，很轻松，很轻松啊，所以这个整个骑起来不费力啊，然后这个骑姿啊很舒服，但它的离合器还算重啊，偏重，没有重到很离谱，但是还是偏重，所以呢能够脚拉离合器啊，真的是差很多啦。
好的，宝哥呢要在这边呢稍微再帮他切换另外一个动力模式来试试看哈。它的空档啊，从一档退到空档比较困难，但是二档退回去比较简单。现在切换成另外一个模式来试试看啊！天气好热，秋老虎。它虽然车子很高，但它的转弯算很稳啊。就是整个寻机啊，整个这个提升起来的这个路线呢，非常棒。退回去啊，到空档 OK 没问题。我等一下再停在路边再做一个测试啊，调整调整，因为这是第一次碰到的车子啊，所以要多方尝试看看。硬凉一点的可以啊，要躲个太阳啊。不由得说啊，这个骑姿真的是很舒服啊，视野骑姿都超舒服。它上了二档之后啊的这个加速也好，或是它的挡煞也好，就比较OK。它的一档档上撞啊，对，就是在这个快速行进的时候，很有
的这个机械啊，还有点点深色啊，因为可能太不长。还有悬吊跟刹车，我还蛮喜欢的哦。Okay, bye-bye.